这个脚，我们脚这个脚丫子这里还有一点毛，我婆婆在那烧那个铁线卷，等会儿再烫一下，把那个毛给烫掉。罗阳，你帮我看围巾是咋子？你看我了。你要注意点。芙蓉宝宝。你看，现在我是要来啃猪脚的。你再把你自己脚看看了啊。小心我把你的脚。哎呀，这捅的老厉害。 现在出好水了是吗？焯好水了。出了水，我等一下再洗一遍。刚刚在那里砍的太脏了。这个要慢慢的炖，我觉得这么大一块的话，至少要炖半天才能卤进味道进去。不会，我之前有卤过，很进味的。不过我卤的是鸡爪、鸭爪那些。看看罗这个前蹄，你看肉嫩嫩的，白花花的。这不是你的蹄吗？你买的。<笑> 没有，这个就可以。水少了，你先要把料放进去，先放冰糖，哎，对，对，冰糖就够了。然后放卤料，这一包放进去吧，两包的放糖，还有这些大料，然后再倒一点点生抽，就生抽，这个是老抽。你可以啊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再倒点老抽，少倒点，好了，可以了。 然后就把那个肉放进去，水少了，水少了再加点冷水吧。嗯，我就闻到香味。对，这个调料确实很香。你今天真的去了？嗯。那么大的雨你去了？嗯。我们现在卤的猪脚好了，我来看一下。 哇，超香的。 这个味道啊，真的是太好闻了！我发现卤的这种东西真的是好吃，可能是因为它调料重吧。你看这么两大包的调料包，我把它现在盛出来，多多跟火锅都馋哭了。你们俩干嘛？来这里，过来，还敢吃？敢不敢动？敢动！再看，这是阿芝卤的猪脚，我现在盛出来了。 太香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一块吃下去，我至少能长3斤肉啊！你好肥，嗯，好吃，这调料的味道全部钻进去了。是不是？嗯，猪蹄。快点，快点吃饭了啊，朋友们！来，吃饭呀！今天我两个过生日，大家看丰盛吧，猪脚、紫姜鸭、土豆鸡。 蛋汤，这个是绿菜，这里还有泡菜，欢迎大家来吃饭啊！我们现在要开吃了，来，我们收心坐这里吧，阿姨你坐这里吧。